准备抢河蟹，准备抢河蟹。清第二波中线，你跟着他。是中路河蟹，中路河蟹。对，来抢河蟹。要帮忙吗？要，不要怕。来了。我来了。虞姬去中了，虞姬去中了。那就走，不要了，河蟹不要了。别掉状态，别掉状态，掉状态金兰守不住。开小的，别看大了。扛不住啊！啊？扛不住吗？扛不住。扛不住就算了，那就不要了。回家。猪八戒除了不死鸟之后能扛住一套，只要能吃住一套之后，几个叔叔跟上就好打。别着急，连破去上路带线，然后我来帮你，然后你们三个抱团推下。好。大乔进来扛一下我。你回家呀？我不。哎呀。哟，躺枪了？你来扛一下呀！我刚才让你回家放个圈儿，你先进来再放圈嘛。别着急，没事。我是竟然被龙打死了。哎，廉颇来了，闪现顶上去炸掉。可以，留了，漂亮。好，走，回自己路。走了，别追了，回自己路清线。一波一闪，可以帅，强打一口，帅的。又坏又好，这种男人真是迷死了。